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湾客家文化馆。小朋友，你们看一下这边这几个东西，你们有看过吗？有看过，家里有吗？都是我们家里看得到的这些家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这里呢，想要教你们这些家具的这个客家话，你们愿意跟着我一起念吗？好，那首先我们看一下你们身后这一个，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电视。好，这个是电视。我们的客家话叫做天丝。天丝。再念一次，天丝。天丝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上面看，你们往后面上面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时钟。时钟。那我们叫时钟哎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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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那再来，我们往这边来看。这个东西你们有看过吗？收音机哈，我们这个收音机呢，它的念法跟日文有一点点像，你们跟着我念，它叫垃圾哦。垃圾哦。再讲一次，垃圾哦。垃圾哦。好，垃圾哦。那再来，这个女生，你们知道它上面的数字代表什么东西吗？我们站过来一点，站过来一点，知道这个女生这上面的数字代表什么吗？它代表，对，日期。这个是我们的月历，我们叫做年啦，年啦，这叫年啦，年啦。好，那再来，这个橘色的是什么？电话。这是什么？电话。电话。那知道电话客家话怎么讲吗？不知道。这是我们最后一个，跟你们说，它叫天发。天发。再一次，天发。天发。好，那有学到了吗？我可以问问你们，你们还记得哪一个是怎么念吗？我们来试试看，这一个是什么？好，我们再讲一次，这是什么？垃圾哦。好，垃圾哦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什么东西？